有了，对面选 Ben。Ben。Ben 是啥回 ？Ben 几流好了。OK， 这边 Ben 几流。先急着放金流给他，看他会不会中陷阱。奥比三安又想，我拿金流我就拿高杀。对，今他金流你就拿高杀，我拿那个。那没关系啊，我跟你讲，这边长鹰加那个啊，长鹰加鸡翅。来更换。来，就是。OK 啊。对，你锁。应该是。那我写被哪一个？这边断那个吧，小田吧。补铁呀，边补铁呢？他们是不是想打补铁？不会，我觉得被内藤或小田其中一只就可以了。内藤好了。我是觉得边小田比较优啦，但也都可以。激流放也没差，激流放拿光阴打就好了。只是我想要让他中计而已。就对面没有走这一条线。他们不选急流，那个少华可以拿急流，你可以再跟鲁藤换也是可以的。我们这个阵也是一样可以拿急流啊，进流啊，进流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没关系啊，你就是打猴子也可以拼防守啊。看你要猴子还是进流，看你们打哪一个阵。打猴子吧，就给你打猴子，没关系。放急流根本没差，他也不敢选哦，选的直接光阴工艺锁起来，对面爆开。我就带全力了。好，可以。然后这个阵容啊，就是三伯你可以踩外面一点没关系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直接进去攻的角色，所以你可以就是假设有些人不小心被骗了一段，你可以。对，你就 dash 盖补二这样。除非他们小田在里面接球啊。但其实那个是对，你就站一半，看小点位置。那就看左右嘛，如果他往后退，我就跟上去。对啊。超远投来的话，那个超远。对啊，那个超远那个谁？对啊。人家只是玩台加明星而已。干，太输了。太烂了！哇！卡到了！
因为感觉还是要等小田优一点。我觉得单单的状况，内藤应该比较偏。哇！啊，我的。这个我想说你被卡到，我才上去。我打，开开好。天才！慢三呢？三分，因为他还有一个大招，这是主要，就是有三分还是那个，还是以打慢，慢慢打就好，慢慢打就赢。吸子，树头，哦，糟了，嗯，いい感じだ。小心。不要转出去好了，再抓下去。待ちくたびれましたよ。逃げた。どうだ？また決めたぜ。一个蛋。这个守住就好了，不要落空位就可以了。哇！倒了，没事。啊，没，我蛋还没好，你正常打吧。你这边要打快。你说，我有一个蛋，因为这样子，他们把时间控到他们剩最后一集，他们这个没进，就差不多了。我打，不要传错就好了。你盖树头。好笑，越来越紧张。